这是传承人，就是印刷刻经印刷技艺的传承人，现在都是按我们两位都是的，两位都是的，哎，好多年代，好多代了，对，他们是第六代、第七代嘛。确实跟他们也是。现在能发现没有重复的。这每一道工序都不容易，他这个装订，哎，到这边来看那个装订。这是传承人，就是印刷刻经印刷技艺的传承人，现在都是按我们两位都是的。两位是的，哎，好多年代，好多代了，对，他们是第六代、第七代嘛。确实跟他们也是。真是，现在能一张，开庭的时候刚才也看了，他总是有点参差不齐，哎，然后一张一张把它对齐，这个倒是就是难度比较大。最难搞，你看，那就是这样，一张一张。哦。它就一点点不齐，但是它制作出来还是特别精细的。每样东西都有爱惜哦，都是人不容易搞出来的。你看，都是一张一张的，它反复先颠，颠好一个弄实了以后，再把这个再对齐，然后再打眼。哦，再打眼，打眼把它固定住。哦。他每天就是这种劳动重复，就必须要心要静。来，我们一起看，我出来照相嘛，看我这个抓紧时间。好，把这个，来，能出去。我们一起抓紧时间。一起那个正好刘波老师跟我们一起，也请两位照个相。照一照，留个影。来，没有那个方平老师，来，我们一起出来照相。好，这个照相。